4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就是说没妈的孩子。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，小朋友们经常会唱一首歌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我连听都不能听，听到我就会哭，更不要说唱，因为唱这首歌我就想起妈妈。我和妈妈每周见一次面，然后就是都是星期五放学的时候，偷偷的跑去，妈妈都会做好吃的给我，就是好吃，就是煮一碗方便面，我都会觉得好吃。妈妈也是特别喜欢唱歌，然后她那里有一套就是唱歌的碟机。然后我们俩都随时就唱得很嗨，妈妈爱唱的歌也就是我爱唱的《泪海》，然后《一帘幽梦》，千言万语。妈妈没学过唱歌，因为当时妈妈跟我讲，就是唱歌一定要有感情，歌声伴我成长。妈妈的话，妈妈的歌，我都记得。06号段林希，天亮了。那今天晚上这首歌。我除了要送给我最爱的妈妈以外，还要送给一个叫小依依的小女孩。我希望她的父母能够在天堂上安息，更希望小依依能够健康、快乐、勇敢地走下去。接下来是天亮的送给所有我爱的人们。这是一个夜晚，天上四星点点，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，一个人在世上要学会坚强，你不要离开。太阳出来，他们笑。